哇塞，我变成一只超帅的钢铁机甲人哎！有人对我使出了飞剑哦，前面正在打这个机械大战，你看我还要长这个翅膀，还有这个紫色大剑，可以了吧？我现在可以进行偷袭，嘣！欸，在后面偷袭别人哦，剪刀剪刀啊啊啊！被人家反击了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！我现在没有跟你们打，我只是想要趁胜机偷拿残血的人，有没有？哇，好帅啊！他们的那个机甲类型好像更猛欸，过来单挑，打一下就想跑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为什么要跑？哎，我把他打到天上了，他居然还有这个连招，超帅！哇，砰！最后一集，不要跟我抢，他是我的头，这是我的人头。我要打超多人，超累的。他有没有冲刺类型的？有，他有冲刺技能哦。来，再冲一下，再冲一下。不行不行，我还没有打过这个远距离的啊。我们只要随着时间越走，他们就可以消越多血。来呀，不要跑啊！你刚刚不是想要抢我的人头啊？为什么你现在要跑这么快？哎，打到他，打到他了！哇，飞剑攻击！那我还把那地形破坏了，咚，向上飞行啊，这就是刺客型的、啊。哎，我竟然没有打到他哦！你放到上面是什么意思？你在跟我拿近战的打远距离？阿飞，我真的拆血成碎块了。Hello， 你要来跟我 PK 的吗？砰！我可是非常熟悉这个机甲啦，我已经稍微玩了一段时间了，对吧？差不多两分钟。再个连续技，砰！有没有帅帅爆了？然后从后面偷打我，我又不是要我的对手不是你，到底要干嘛、啊？这个人是好烦呐、啊。然后他两个都挂掉了。哎，结果你们要打去旁边打啦。哎，我在跟人家打架，你在跟我搅什么急呀、啊？我要放大招了哦，按G键好像可以开大招的样子。啊，我的血顺便还回满了，还增加四个新的技能呢。他第一招是什么？变成一颗圆球啊！这招拿来撞人的啦！哇，你要被我撞死咯。哎，这好像有点作弊耶，这一招。你看，他们两个在打架，我就要来干扰他们。砰砰！哇，他这个直接被打死了。按第二招呢？哇，这是在天空连斩啊，这帅爆了、欸、这个太喜欢了啊。第三招咧，扇形攻击，把所有地方全都夷为平地了，这怎么可能人家打得过啊。然后第四招咧，第四招我还没有用过，那我看一下这招怎么用。哇，这是连斩啊。哎，好玩好玩好玩。那这个第二招咧，就决定是你啦，砰，哇，结果打到 NPC，没关系啦，我们就稍微刷一下这个能量点吧。哎呦，差点被他偷袭了，超可怕。我们要对上同样的对手了啦。嗨，你想要跟我打架吗？哇，飞剑，然后再一个长波。哎呦呦呦，他被人家从背后偷袭了。他活该啊。耶、yeah, 换我打你们哦。如果你们想要打团战的话，你们自己先打一下好不好？胜者再跟我挑战。哦，结束了，这么快。他这个坦克类型好像血蛮厚的哦，又跑了一只，又跑了一只了。你们自己慢慢打啦，不要跟我玩啦。你们真的很讨厌哎，你们人越来越多了，我不想跟你们玩，走开走开，你们去跟他打架好不好？哇，还会泰山压顶，等一下我们来玩这一只好不好？这只看起来好像蛮好玩的。刚差点没有放到招式，砰！再一个天空坠落。好啦好啦，不要再吵我了，技能放完了啦。哇，被人家抓住啦。他这次好像也蛮帅的，想要跟他打，想要跟他玩。你到底要打怎么样？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哈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跟我说啊。他被他抓起来摔，超好笑的。再瞄准一下，一二三，好，天空连续技，咚，直接把你这个天花板砸烂。好，再一个飞刀。哎，怎么还没死啊？你都已经碎成这样子了，整个地图都快要坏掉了。那我要怎么变更机甲呢？我、哦、又是左上角可以直接变，那我要变成这只泰坦犬，看起来这只好像蛮好玩的哦，泰坦犬，它可以把人家抓起来打架。我先熟悉一下这只技能哦，它第一招是自爆，然后第二招呢是抓取技，第三招是飞天抓取，第四个只是普通的拳头，几乎都是抓人的哎。他每一招几乎都是抓人的攻击耶，嗨，自爆，在他面前直接自爆，他开始生气了。哇，你会冲，我也会冲哎，砰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都知道怎么玩啦。嘿，哇，再抓一下，砰，这样没抓到，他应该也在熟悉技能啊。
在我们面前自爆超好笑的。啊，被抓到了，一袋一袋，痛痛痛痛痛，咚咚咚，锵，啪，好啦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们现在是在单挑模式哦，你这么想跟我打架啊？你还跑我面前自爆？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，我才不会跟你假装投降嘞，拜拜。果然还是冲着抓取人比较有用啦，在面前自爆，砰，嘿嘿嘿，再抓一下，摔摔摔摔摔，把它摔成肉酱碎块，有了有了，这样子我开始会越来越会连续技喽，再抓一下。哇，这个超帅的，等等等，就砰！哎，怎么打到一半他退游戏了啊？你不会打不过就退游戏呢？你这样子在作弊啊！等等等，再抓一下，唰，爆地摔！果然这一只好像真的打起来蛮有手感的哦，我喜欢这一只。但怎么打到最后就直接不见了？一直摔人家就可以赢了啦！我现在蛮熟这只怎么玩哦，砰！再抱一下，嘿，再抓起来，摔摔摔摔摔，啊，同类型的机甲我是不会输的哦。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练到，先把超能力值练到最高。来，我来偷袭你了，我来帮助你。我们现在就是半路杀出程咬金啊，砰砰砰，哇，被制裁了。我只是想要跟你们一起玩嘛，不要这样子。呜，砰！爆炸喽！自爆拳，自爆拳，自爆拳！哇，看我被摔啦、啊！但是你摔错人了、欸，你刚摔的不是我吧？啊，已经残血了，我们去找他玩。Hello， 当当当，变成水晶。好，这就是我的金钱啦，怎么样？不要让我背后放招式啦！哎呦，你还波及到其他人了！怎么是两个人都打我啊？怎么两个都打我啊？嘿，很想抓我嘛？哈，你以为你比我强吗？其实并没有。破洞洞洞！哈，怎么是我受伤？怎么会是我受伤？原来是刚刚背后有人在搅局啊！讨厌，讨厌啊！我要放大招了哦！虽然我是第一次用，但是我觉得该差不多了。哇！砰！我本就秒杀掉了，放大招了哎、欸！呜呼！我还变成滚筒，我还把刚才的搅局人直接处决掉了。哇，好玩好玩！咚！啊，这招真的好暴力呀、啊！哎呦，但是你的墙壁遮住，我不知道你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哎、欸。抱歉抱歉，我这边应该要更熟悉一点才对。哇，火焰连轰拳！那还有另一招，砰！刚没有看到完整这一招，再放一次啊！那第四招嘞，这招我们还没有用过吗？哇，强制抓取人哎，螺旋桨啊，这是天崩地裂啊！想要再玩看吗？把所有地图全都砸坏了，好玩好玩好玩！哎、欸，你要去哪里？你是我的对手啊！你要去哪？哇，冲到你面前！哇，好玩好玩好玩 ！Hello Hello， 哎、欸，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？呼啦恰恰恰恰恰，左勾拳右勾拳，砰！你们组队想要打我，就是这个下场 ，OK？ 还有没有下次这样的念头啊？嘿，啊，结果大招的模式已经没了，只能够用普通模式跟他打架啦。不过普通模式还是蛮强的。你还冲错边啊，老兄！你还给我逃跑，他也绕他的队友过来，超好笑的。你这样子对吗？嘿，我先抓你。这就是我的主要角色啦，超好用的。砰！我们先对他进行普通攻击。哎呦，又跑来一只龙，他们真的是一伙的哎！你们这是变态，你们真的是一伙的啊！好了啦，不要再挣扎了啦。我是觉得你是打不过我的，更何况你两只都打不过了，你一只怎么可能打得过嘞？哎，怎么又跑？怎么又跑了 ？Why are you running？ 哦，原来是为了放招才跑掉的啊！他还空大哎。你就是为了空大才这样子对我的吗？他又找他的队友过来了啦！哎呦，我觉得好不容易可以打赢一个人的，你们就硬要这样子玩，哦，你就不要抓到自己人，嘿，我们就让他混乱在一起啊！啊，连自己人都打、欸，真的发疯了！拜拜拜拜，
好了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，我觉得你们这样子够了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，这是我的回合。你看，你把自己队友打死了，这样是你想要的回想要的结局吗？来，再冲一下，抓你一下，角落直接把你砸死。哎，这是你要的结局啦！啊，连续接着一下，够了吧？这样有比较爽了吗？这样你有比较爽了吗？哎，他又跑过来了，我真的不想跟他们玩呢、欸，他们真的是发疯了。你看他们还会打自己人，来来来，你们站在一起，站一起，这是我最喜欢看到的局面。砰！好了，不想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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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想跟你玩了。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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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抓到自己队友了、啊。这应该就是你自己亲手把你自己的队友杀了。自己亲手把自己队友杀咯。我不要跟你玩了啦，我要换下一只角色了，真的是受够他们了。变更机甲，选取枪手。拜拜。让你打了个寂寞。哦，我大概熟悉这只角色要怎么玩咯。想要过来打我吗？加油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啊，只要抓好距离的话根本就不怕啊。拜拜拜拜。会技能哦，我刚刚没有这样挥到他哦，有了有了，提到空中开始发射，砰砰，好玩好玩的，在远距离狙击，噗，有了，我会玩了，这只其实会玩的话很强哎，他可以把坦克在远距离，好啊，都这样子嘛，我只是稍微熟一点就不玩了，那我要从背后偷袭别人哦，我要开始远距离光炮，啪嚓。在他们单挑的时候偷打他们，哎、欸，好爽哦！我也要用电磁炮，这个好玩哦。它可以增加一些电制距的距离，好像也没什么用了哈。来，光射散射炮，我们对手是要靠自己一个人的。嗨，你这样冲过来让我打哦，真是谢咯，变成碎块咯，远距离狙击，砰！我们射手现在就是一国的、啊，谢啦。哎、欸，这是我的方块，不要跟我抢。你看他们两个坦克就在大家玩了、啊、新手最好玩的就是坦克，他可以随便抓人。哎、欸，你不要打我，我跟你是一国的哦。你看他们不知道在干嘛，开光炮喽！趁你们在内乱的时候攻击你们。哇，这个闪电你们喜欢吗？喜欢这个闪电吗？长波形，再偷射一下。有了有了，他被我缠过来了，又冲过来让我打、欸，你真的好赞哦！咻。还有这只光炮再一只，砰！啊，你们慢慢玩哈，我就来跟他玩了。啊，他又退游戏啦！为什么跟我玩都退游戏？我只是想要把我的大招集满，你为什么要是退掉啊？我只是想要集满我的大招哎、欸。嘻哩哩哩哩哩，是我的电池啊！还有这一只是新加入进来的玩家吗 ？Hello， 你也是来玩的吗？嘿，哇，空招了。我现在在新手面前空招，这是我的耻辱啊！嗨，不要靠这么远，这样子我要怎么跟你玩？你都已经拿坦克了，不跟我玩近战，我已经很优待你了、欸，对吧？来，一起玩，一起玩！嘣、啊！他好像真的不是很想跟我打架、欸，哎，哎呦啦，你终于成功放了一个招式了，我好感动哦！你终于成功了，哎哎，有了有了，好像会玩，好像会玩哦，终于肯跟我玩了吗？我好欣慰啊！嘿，哎、欸，这一招没有放到，靠近我，靠近我，靠近我，嘿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靠近我，靠近我。啊、他又不想打啦，那我就等 CD 完，我再攻击你就好啦。发射电磁炮，砰！你为什么要闪？你为什么要闪啦？靠近一点嘛！啊，这个人真的不太会玩啊，这个人真的不太会玩啊，他竟然在我面前发呆。Hello。再让我打一下，再让我打一下，哎、欸，二三四，噗，好了，他顺便把我的能量条挤满了、欸，赞啊！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只能量条的终极技能是什么？哦，哇，他发出一个超大光炮啊！哎、欸，帅耶，帅耶！那第二招嘞？第二招则是变成一个方形的护盾，哇，还可以冲洗，他变成一个方块骑士、欸，哎，他可以往前冲，然后把所有陆地上的敌人全都干掉。那第三招嘞？哇，超大光炮哎、欸，变成近距离光剑，还打他重要部位啊啊！就被人家截胡了。我在开大招，不要来乱啦，对不对？我在开大招啦，你们慢慢玩啊。然后还有这招是哦，范围距离攻击的哦。
哎、欸，你好像被我击中了哦，两只一起打，贯穿伤害。最后一招我们再使用大炮吧。但是我的 CD 值不能用了。哇，好可惜啊！我刚刚本来想要再多玩一下，就没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他被我引力吸走了、欸。发射光炮，趁现在。哇，还可以吸引别人呢、欸，好爽哦。过来过来嘛，你怎么跑这么远？啊，好啦，我们这游戏应该就差不多玩到这样子吧。它各式各样的机器都蛮强的哦。啊，哦，你是把我当成对手了吗？好啊，那等一下我再跟你玩。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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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想要跟我玩吗？发射电磁炮。哎、欸，啊，结果你那个失误了，超好笑。哎、欸，电磁脉冲波。哎、欸，你要爬起来吗？爬起来就要吃我的子弹啦、啊！在我结尾的时候还敢打我，你真的是很个大胆哎、欸！我要连同你这个建筑物一起摧毁。咻，电磁波，你又空大了、哦，你这个人真的喜欢空大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再揍一下喽！好啦，走这么点实况就先操作这喽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点左下角喜欢，请记得关注我们，我们下次的 Roblox 游戏再见喽，拜拜。